本视频将和大家介绍金丝皇菊的基础知识。金丝皇菊不仅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，而且气味芬芳，属药，茶两用佳品。它的黄酮素含量极高，富含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香、甜、韧三大特点，还有散风热、明目等功效，深受消费者喜爱。产品销往国内外。金丝皇菊制作工艺精致挑选，逐个剖花，并且严格保障剖花的大小，兼具避免挤压而构成干燥中影响花茎的事。再把精选剖好的鲜花推入蜂房干燥，慢烘好几十个小时，这样做能更好带走水分及方便存放，同时去除鲜花的青味。水门浸待干燥完成，然后进行干燥、点炭、复灰、烘焙、翻动、下焙成品等工序中制成。炭焙的菊花茶外观紧致秀丽，香气清幽蜜甜，汤感甜醇，较紧电烘菊花茶更耐泡耐存放，更香甜，更醇爽，更柔滑。金丝皇菊为何是黄而不是黄？请看下个视频，金丝皇菊有何典故。